还是很好 Q。点点宝宝两岁啦，正好乔安流浪组为点点宝宝办了一场生日趴，亲朋好友都来了。先拍照，先拍照，来，来看我这里，耶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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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。你要去哪里？来追，来追。去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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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？你去哪里？你很熟是不是？每个都很熟吗？你很忙哎，你很忙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超忙的。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你是到什么嘞？没有呢，没有呢。哈哈哈！哈哈！笑。哇，欢迎小雨到我们阿爸又出动了。现在蠢蠢欲马了，兔想要的小孩刚刚来不及了，现在可以上了。我终于抱到我女儿了，生日快乐！她整个当自己家乱跑。对啊。现在又要跑走了。对。你要去哪里？我面面。阿爸，我小杰阿姨。哎，好美啊！一直都迟到。哎，姓屈的都迟到了，都刚到。一屈的不是哪牌，因为屈中红出来。我想要再去认叔叔，因为以前他每次上节目都被人家问说：“请问你跟屈中红是什么关系？”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不会为了我们的点点宝宝特别来吧？哦，是依照惯例，医生有参加，两次有参加，我们每天都要参加。我们七朵花，乔恩在台西，然后我们不在巴黎，所以今天快乐，他们两个来。我们代表。生日快乐！别人谁？哦，对对对，一二三，没有训练。再一次，一二三。哦，一二三。耶！谢谢哥哥。爸爸，你们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哦！我看一个累呆脸。对呀，来。